最杰出的术士诸葛瞻，是来自武当派的王爷。随便看看，哇，那我的防晒霜啊，不是，我去，祝你停下。怕被拍，价值不贵，一个亿，成交，太急，三进。诸葛瞻，你败了。身在这个奇人局中，我既是方位，我既是吉凶，时间、空间、四旁的深刻，都由我来制定。可是我想跟你做朋友。什么人呀、啊？江南两国里，在我东关，你在我北地国，你跟我从小窗前一场，我跟我门不带不合。你说啥？